大家平安，大家吉祥。这是龚银桥，这是龚宇谦。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三好歌。人间最美是三好，做好事，说好话，存好心，平安就是我们的人间宝。人间最美好是三好，做好事，举手之劳，功德妙，说好话，慈悲爱语如东阳，存好心，诚意善缘，好运到，三业清净，真正好，十戒三好最重要。拜拜。